传说摄魂经为武林第一绝学，莫高真经之残本。18年前，贫道误失此经，抱憾平生。小三，如今你走火入魔，体内两道真气互斥，冲断丹田，轻则武功尽废，重则命丧黄泉。我的衣服。莫慌，老夫助你逆行经脉。身上这几式残招，我称掌法，破绽百出。若不是你惯用左手，金敌在先，怕早就横死大漠了。剑如军，以百兵之首，剑招不成，得亡命破敌。你之前所学所用，就是臣子指使君主。上下颠倒，岂不可笑？看好了，按 Tab 键打开系统菜单，可以看到背包、招式、内功、强化、合成以及学识系统。今晚眼前所见所感，皆是一路来你心中深重的妄念所生。两道真气虽说互斥，但与你也是两倍之力。记住8个字：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遇小小阻路，仗剑破之。撤！剑走清灵，多为变数，这都不懂，谈何用剑？且听老夫指点。先说单套剑法的路数变化，来，以苍明剑法为起手式，接近对手，使出苍明剑法最基本的三段剑招，寒光乍起。寒风讲究之极，寒跟残风讲究之极，错了错了。接近对手，使出苍明剑法，寒光乍起，讲究之极，寒跟残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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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究之极，错了错了。接近对手，使出苍明剑法最基本的三级，寒跟残风僵硬之极，错了错了。接近对手，使出苍明剑法最基本的三段剑招。接近对手，使出苍明剑法最基本。不错，如此可教也。单套剑法也要讲。
看来这单套剑法在那末了